请问今天要点什么呢？有啊，我们刚刚有点的啊。你刚刚点什么？我有点喜欢你。又来你在哪？这哦，玩多久？还是我们现在周年庆，咖啡店杯25元，很适合你们哦。好啊，可是我们三个人。对啊。啊，不然这样，我们多一杯请你喝。不怎么样？他们不要请我，我不要请你，我要请他。可以吗？可以啦，他真的可以，真的。喝吧。